年纪大啦，稍微打个羽球就觉得右手好痛哦。因为老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不讲我也知道。哎呦，虽然不下板，进入我的梦境吧，哈哈 ，Hammer 二八，嗯，这个人的名字好奇怪哦。哈哈，他也不知道这里是甲板，等等可以再阴他一手。李花讲那个好长哦，老哥你还在修？修什么修啊？欠扁是不是？他这样好像死了，因为他有点太贪板，然后这个板有点太贪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在忙，我没有看梨花打那一场穿什么东西，我只知道梨花很气。哎、欸，这台没有被炸、欸，那代表还有别台更精度更高的。哇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 ？Hammer 二八。这个我不追，这太麻烦了，先不要追。怎么有人在旁边给我嘎啦嘎啦？比奇堡纯欲继父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想偷色色？哈哈，我不准你在我的范围里色色啊！这个范围能射射的只有我，哈哈。那我们突然找不到人，这边一刀了，因为我有那个杀戮。啊，这边没甲板呢，糟糕！哇，无敌板！我的板好像都在楼上，这台有点太多，我去扁这个。老哥，你怎么偷修开我这台啦 ？Hammer 二八，哎，我绕近路怎么样 ？Hammer 二八。现在人太多了，完了。
血祭品 ！Oh no！ 不要，我不要。是哦，这个人根本不走啦！你怎么又过来啦？叫你赶快走，你不走，浪费我的快刀呢，兄弟！这边挂不到那个天灾钩，那我就送你到地下室好了，让他们比较麻烦一点。有哦，咚咚咚咚哦！哦，他哦下板哎，这个人好狠，好狠！嗯，这边都没人呢，糟糕！哈哈，他找不到我在哪。这是孙悟空哎，他叫卡卡洛多。哦，传奇赛亚人，想不到吧？这是假的传奇赛亚人。哭啊！他怎么没有掉下来？他怎么还移位啦？这个人。技术很烂，还好还好没事，吓死我了，差点就要中标了。不是不是我烂哈，传奇赛人刚刚突然位置不见。Oh no！我们需要开一台了。Oh no！ 怎么又是你啦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快刀送你了，不要了啦。他死定了，他这边如果要翻就是。哎呦！完了，快刀负六，完了。这个人也太会憋了吧！我的快刀怎么没了？这个人也太会憋了吧！Oh no！ 哦哇哦！怎么每个都是 Data？ 哦 no！ 比奇堡纯欲继父还没死哎。好像他们都还没死呢，我是什么八卦大善人吗？哎，好像人太多咯。哎呦，又是个血祭品。
我不想打血祭品，他会扣我的那个，他会扣我的快刀。真的好多刺客哦，这里。哎呦，这里这个板还。又是他，老哥，你卡丁。你还要修，还要修。你卡丁，我有快刀哦。什么东西？刚我突然那个什么啦？刚我突然那个了，那个一下。你刚有看到吗？我刚刚突然画面顿点一下。完啦，这局在搞，我的电脑也在搞啊！怎么突然那个了一下？哎呦，我不想跑这里呢。真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快顶不住啦，各位！都觉得好鬼哦，还直接让我累个。不用跌下哎，我还想说要防他跌下的说，防一手。你好像死了。我现在抓他是因为有天灾钩，我要炸最后一次天灾，然后拿那个心经漏跳。哎，这人太多了。哦，硬修，他还有超展开，真的假的？啊哈，他抽到一刀了，连运气都在我这，有喽，还敢到我面前偷开超展开啊？修，最后是我的胜利啊，各位，哈哈。我的台怎么都是前列腺跟屁眼？我不知道，我在忙着打人，我不知道我的台怎么了。很紧张啊，刚刚那一把差点要被修破头了。